我梦见我的女儿，就是第二个女儿，在一个很暗的房间里。 上厕所，那么过后我的女儿就大声叫一声，我就赶紧进去看发生什么事。一念当中，我的女儿可能是被蛇或蜘蛛咬伤了，因为我看到我女儿身上有被咬伤的那个牙印，请问师傅这是代表什么事吗？非常不好，这就说明。非常不好。那如果被这种动物咬伤的话，就说明它被人家冤枉、污蔑，它会回到家里会大病小的。 那么我需要叫他念姐姐咒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要念姐姐咒，要念心经。他有念了心经。还要叫他念消灾吉祥神咒。通常是念多少遍？49。49，要念多久啊，师傅？哼，2个礼拜。至少2个星期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，师傅。